大歌神即将合体。为了迎接史上最强歌神阵容，节目组做了周密部署，保安、化妆、送水、盒饭等关键岗位全部换人。还摸我脸？小帅哥 ，OK 的，等很久啊，不好意思。Yes， 有宁俊、海瑞、阿蕊。我是大歌神，最近收视率不错啊，要四盒给六盒。我合作过许多天王天后。我知道怎么样把你打造成天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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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交给我。全明星工作团队屏息以待，这占据华语乐坛半壁江山的十位歌神齐聚，谁是大歌神？欢唱嘉年华，诸神之战即将开启。欢迎收看中国首档大型经典音乐悬疑推理节目《谁是大歌神之欢唱嘉年华》。葛桑泉幸福水《谁是大歌神》由西藏好水5100葛桑泉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深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特约播出。节目歌曲由 QQ 音乐投票选送 ，QQ 音乐听我想听的歌。节目从3月6号播出至今，将近3个月的时间，感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陪伴我们的明星猜评团的成员，因为他们陪伴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疯、一起闹。源于信任，我们在舞台上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幸福。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我们《谁是大歌神》第一季的10位原唱歌神和他们的魔唱冠军幸福登场。有请韩永林战队、张宇战队、林俊杰战队、萧敬腾战队、任贤齐战队、林志炫战队、许茹芸战队、张靓颖战队、齐秦战队、周华健战队、全场，全场，全场。看一看我们的第一排，看一看，天哪，这个是电视史上有过的吗？我的天哪，太嗨了！天哪，哎，我整个已经嗨到不行，太嗨了，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太，我现在整个肾上腺素弹上来，我两个胸肌都弹出来，我的天哪！各位，我从业10年以来，不跟大家开玩笑，录任何综艺节目以来，我从来没见过台上同一个台上出现做这么多大咖的。开玩笑，谭咏麟一个就顶得吓死人了。对啊，对啊，你今天好意思换台吗？你今天凭什么换台？你有什么理由换台？你给我个理由。没有理由啦，看一期等于看10期，对不对？别闹了，今天什么都不要干，就坐在这里好好的把我们这个节目看完，好不好？太可怕了，真的，真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梦幻的组合，十全十美，而且春晚都不一定能够有10个人在同一个现场，不可能。校长，哎，你好，因为你是我们第一期，对不对？对。其实第一期到现在，时隔已经快3个月了，我们也快3个月没见了。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原来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什么感觉？开心大家庭，看到每一位那么用力、用心去唱，真的是。没话讲了，不，我跟你说，今天光坐在这里我就非常紧张了，因为在座的很多的天王天后们，其实很多的歌曲
我自己都能记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曾经模仿过他们唱歌。应该没有，应该没有我吧？应该没有萧敬腾啊。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大家一起同台，真的很开心。然后，尤其还有我老公的偶像，哦，谁？谭校长。哇！真的真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先生是很有品味。谢谢，我会告诉他。有一件事一还是要提一下，我母亲也非常有品味。哦。呀，当然是校长是吧？我母亲从小就听他的歌长大的。哎，你们告诉我，到底我是几代的人呢？我是最有资格说，我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很高兴啊，在座很多人是看着我长大的。其实刚才我们是由原唱歌神在聊的时候，突然感觉这档节目突然叫做《谁是大前辈》。但是在这种欢乐的氛围当中，我们其实也感受到的是满满的幸福，因为我们17我们的原唱歌神伴随着他们的魔唱冠军，其实这三个月走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每个人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在也不断的评论说，哎呀，这些经典原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节目把这些经典全部带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竞演环节了，刚才说了，我们这是一个欢唱嘉年华，同时也是有两轮竞演环节，最终我们第一季谁是大歌神只有一位总冠军，到底是谁？马上进入我们第一轮竞演环节，叫做幸福猜猜猜。第一轮竞演环节，幸福猜猜猜，十位原唱歌神与各自的魔唱冠军组成十支战队，分五轮两两 PK， 每轮 PK 由两支战队各自抽签决定出战人选，并进入两扇竞演门户演唱。每轮 PK 100位猜评团每人各有两张选票，可以将票投给认为是原唱歌神所在的门号，得票高的战队晋级下一轮竞演环节。首先，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韩校长进行第一组的抽签，有请。你抽取的直接是你这一组的对手，我看看你会不会碰到一个有品味的对手。谭校长，我想问一下，在你抽之前，你希望是谁？有品味。最不希望的是谁？没品味。就是看结果了。我是躲起来看一下，自己先看一下。这个阿是希望还是最不希望？我的对手是一样有品味的。一样有品味的周华健。哇，有请华健哥来到舞台中间跟我们的校长会合，因为这一轮二位你们各自的战队就是我们第一组的对决对手。我想问一下华健哥和我们的谭校长哈，应该在你们的音乐生涯当中从来没有二位在一个节目当中有这种对决的形式吧？真的没有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对决都是一次奇迹，都是一次首秀。所以校长、华健哥二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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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让我们一起祝福谭校长战队和我们的周华健战队，有请两支战队到我们的竞演门后就位。哎，我必须说，谭校长对上华健哥，这是历史的对决，他们两个加起来应该可以是华人歌坛的半壁江山呢，对不对？我觉得两个都是传奇人物，真的。芊芊，啊，我现在我还在沉浸在紧张中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大牌坐一排，我的天哪，显得我们这一排好弱，一点气质都没有了。这什么意思？我们要加油一点，好不好？你们靠右，一个人弱，好吗？这样妄自菲薄。哇，真的，我觉得好紧张，因为我也从来没看到过这两个人对决，吓死人了。对，吓死人。天哪，我现在吓到整个嘣，盆骨都开裂，天哪！我要稍微冷静一下，你们先不要 Q 我，我啊没见过。特别奇怪，盆骨开裂。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谭校长战队
和我们的华健哥战队已经在我们的竞演门后开始在秘密的抽签了。要告诉大家，待会儿站到我们的一号门和二号门的未必是我们的原唱歌神。现场我们100位蔡评团成员，包括我们对面的8位原唱歌神，你们也要竖起耳朵听。平时都是别人竖起耳朵听来听你们，今天你们要竖起耳朵听来听谭校长和华健哥，到底哪一个是原唱歌神在里面唱歌呢？我想问一下宇哥，你有信心吗？如果我猜错，一定是节目效果。如果我猜错，黄国伦吃麦克风。好了，据我了解，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两支战队已经秘密抽签完毕，现在两位竞演者已经准备就位，马上要开始的是我们一号门的竞演，有请一号门就位。幸福猜猜猜，第一组一号门竞演开始。猜猜猜，第一组二号门竞演开始。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好了，各位，现在就到了我们现场100位蔡评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投票开始。到底我们两扇竞演门背后是不是我们的原唱歌神呢？如果你认为一号门是，就按一；认为二号门是，就按二；如果你认为一号、二号全都是我们的原唱歌神，也就是谭校长和我们的华健哥本人的话，就按下一二发送。三、二、一，投票结束。我先说，我选一号。我的一号是谭咏麟老师，我觉得二号不是周建华本尊老师，老师本尊是周华健，周华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紧张，我真的紧张啊。谁是周建华？导演，这下绝对不能剪掉。哎，对不起，周华健老师，我觉得是我选的就是一号了，我不行，我太紧张了，今天。所以一号是谭咏麟本尊，二号是周建华。对不对？是这个意思。你可以闭嘴吗？你是这个意思吧？我难得错一次的。好，我认为一号、二号都是本尊，肯定就是他们两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两个年轻的歌手在这。哦，没可能。好的，季星老师，我觉得二号肯定是华健哥啊，因为我对他的声音实在太熟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号非常像，但是未必见得就是，所以我选的只是二号。哦，我们都选二号，我跟老肖还有小齐哥。你们三位只选二号，只选二，真的还假的？你们没有选一号吗？哇塞 ！Color when you OK， 那个 OK。
哎，俊杰，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 OK 并不 OK？ 对，那个 OK 真的不 OK。宇哥，我都没有选哎。你觉得两个都是魔唱歌手？但是我觉得我犯了一个策略性上的错误。哦，如果现在叫我投的话，我会投二，周华健。我不应该把标准定太高了。我只要听到一点点瑕疵，我觉得啊，这个不是。但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去做选择。所以如果现在重选，我会选二。但是我刚才投票，我是两个都没有选。到底结果如何？我们马上要来揭晓结果。我们的两扇金眼门背后，是我们的原唱歌神，还是我们的魔唱冠军？幸福猜猜猜，第一组竞演，一号门，请开门。第一个问题，你先问 JJ， 先问 JJ。校长，嗨，我没品味，还说不出来。校长，告诉你，校长，我要跟你讲，他们有四个人说你不 OK， 我在里面听到了，不 OK。但是我告诉你，你们有猜对是比较困难，因为我刚才在里面唱的时候，我是跳着来唱的。对。我是故意跳着来唱，校长，我都知道你让跳声音会有一点变厉害哦。哎呦，所以刚才那个 OK 是一个很有弹性的 OK。OK， 对，好厉害，这招好聪明，这招。所以我就听出了很 OK 的声音。对呀，你们好厉害啊！当然，校长，你可不可以现在重新一下 OK 跳一下？干啦，飞你 OK！ 哇，耶，永远二手的不一样。哎，哇，好厉害哦。那周华健很有可能是倒立着唱的，刚刚哇，不一定，对，说不定啊，真的。这个绝对不能叫周建华了，倒着唱。那个周建华在。周建华，但是到底我们的二号金眼门内是周建华，还是周华健，还是我们的魔唱冠军？接下来马上来揭晓了，把目光聚焦到我们二号门的门口。幸福猜猜猜，第一组金眼，二号门，请开门。都带走，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欢迎新人周建华。老师错了错了，欢迎欢迎，哇，我们这位魔唱冠军跟周华健本人好像哦。哎，我刚刚在里面，哎，我都被他骗了。啊，真的吗？如果让你猜，因为他唱法真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见的原来是这样的，是这样子，我没有道理来唱，我没有道理啊。我们是一个竞演，但神奇的是，两位抽签居然抽到的都是自己原唱歌神来演绎这首歌曲。他们还有搭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搭档上台。我想问一下二位，当时抽签的时候没有抽到自己是什么心情？玉坤，我觉得校长很辛苦，应该是我来唱，但是呢，我给校长加油，我希望他比我唱得更好。我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变老校长了，你知道吗？一个老校长对新校长说：“加油了，你啊！”我昨天还叫他副校长，他今天就变老校长。他刚才竟然讲了一句说：“我希望他比我唱的更好。”
不是，我觉得，我觉得这句话好可爱。我相信校长比我唱的更好，所以呢，我很有信心。你现在怎么说都怪怪的，来不及了。谢谢。马上，我们幸福猜猜猜第一组竞演揭晓结果。首先，我们要出的是我们谭校长战队，100票当中到底有几票会属于我们的谭校长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谭校长，1号门，请出票。52票。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刚才那位就是谭校长本人。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华健哥。华健哥，有满票100票了啊、哦！是，你觉得会比52票高吗？可能会险胜吧，但还是赢对吗？听上去好谦虚，是，但听上去又不客气。不，险胜。马上来揭晓结果，2号门，请出。Oh my god！ 哇塞，怎么办？这怎么办？天啊！天啊！这个，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轮第一组竞演，就居然发生这样的情况。哎，等一下，我要征求一下导演组的建议，好吗？导演，52票对52票，怎么来解决？怎么办？我们这么严谨的节目，要不然就猜拳吧。因为我们没有平票，15-20是可不可以？所以我们有一个决定，既然是平票，他们共同进入下一轮决赛。哎呀！照这样的态势，我们的决赛会有10个。我们第一轮第一组竞演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结果，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因为今晚注定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太开心了，一切结果都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同时要恭喜谭咏麟战队和周华健战队顺利晋级。谢谢二位，来，掌声送给两支战队，有请骆总。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原唱歌神张宇进行抽签。手可以伸进去了吗？里面还有4个球，有25%的机会抽到。对阵的战队是，我抽到的是站长张亮颖。哇，有请张亮颖战队。特别想问一下亮颖，被宇哥抽到进行对战，什么感受？全力以赴了，跟他们拼了。拼了，因为在竞演门后一切都是未知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欢送我们两支战队到我们的竞演门后就位。这一轮对决我们看到了有所变化，现在呢是男女之间的对抗。萧敬腾，你们三个上一轮都集体猜错了，有没有？对啊，对啊。那到了这一轮有没有信心？还是你要继续跟随小齐哥和 JJ 的票？不是，我还是对我自己很有信心，我觉得我一定听得出来。但如果我猜错的话，就是他故意的，他故意要让我们猜错。我的理由跟萧敬腾是一模一样的。嗯，不是我的问题，是唱的人的问题。真的，哎，可不可以好好唱，不要让我们猜错。现在两位竞演者已经准备就绪，马上开始我们1号门的竞演，请1号门就位。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这无谓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马上开始的是我们的二号门的进入，请我们的二号门就任。每一晚的梦都会重复，重复一段路，我们曾走得好辛苦。你感谢我付出，更感谢我退出，说他更需要照顾。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你曾经说过走以后，希望还有联络，能够聆听彼此的。校长，第一个答案是，我是两个都没有投。他不会用那个机器，说不定也是。但是我告诉你，校长，我就不相信你没有 pitch 唱坏过。我当然会有了。对啊，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不是你，后面好像有走音耶。那校长，校长。你这样讲，他怎么等一下怎么敢出来呢？不能。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走音，都是故意的。谢谢郭任老师，谢谢。然后张丽颖就应该不是他，因为那海豚声音没有来。主要今天现场太干了，没有可以游泳的地方。太干了。好，所以校长的选择是认为一号、二号都不是原唱歌神，对，对不对？对 ，OK， 小七哥，其实我也没有选，因为我觉得宇哥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很特别，就是那种有点含混，但是我后来听到是比较刻意用力，所以我想应该不是。然后但亮颖我比较没有把握，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很强，但是这首歌是很温柔，所以我其实蛮困惑的。好，萧敬腾朋友问了嘛，因为你们是幸福三人组嘛，答案都是一样的，肯定也都没投了，对不对？三胞胎，我是没投。哎，好，我是没投，那我们就不问了。没有了，我觉得亮颖这一组确实让我们很困惑，但是张宇哥这边唱得也很好，对，很像。哎，但我知道他在哪里。哦，哪里？不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原来你是个诗人的。芊芊呢？芊芊，你投什么？你要吃麦克风的。刚才啊，我在听张宇老师唱歌的时候，是一开始张宇老师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模仿的痕迹像唱的像张宇的能力非常的明显，而且唱的太棒嘛，就唱过了，你知道吗？你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臀肌都在收紧，他慢慢唱着唱着才唱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张宇老师，你知道吗？但是整个就收的不行了。然后你知道吗？亮颖老师就不一样了。亮颖老师反正是唱的是反而更游刃有余，不想让大家察觉到他是张亮颖的感觉。所以这一题我告诉你，我两个都没选。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幸福猜猜猜第二组竞演，一号门，请开门。
组竞演二号门，请开门。出场，有请张宇和马珍。你干嘛从我昨天彩排的走音都学起来啊？你学这么像干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我唱宇哥的歌最不像的一首，所以说这首歌对我的挑战其实也很大。刚刚也有很忐忑，不过刚刚出来看是亮影那边是本尊出来，但是我说实话，我在隔壁是被骗到了。啊，你也认为那个就是？对，因为里面没有外面 PA 的声场，然后我就戴耳机听，我已经觉得很像很像了。反而是他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咬字太清楚了，我一下子就觉得可能不是。你的意思是我咬字不太清楚？没有，有一种味道是放在后面的，你知道吗？那个有拖斗。但是这一次我在后面是真的，他我就确定一定是亮影唱。亮影一开嗓就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了。那你当时心里想，哎呀，好想有机会，还是哎呀完了？我想的是糟糕，完蛋了，就是魔唱去碰到本尊很难赢啊。我现在我就心里边突然放轻松了好多，因为刚刚我是在跟原组在 PK， 所以说但我是输了的话，唱很棒了，也不是很丢脸。好了，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在这一轮对战当中，票数相对较高的那一支战队将会顺利晋级到下一轮的竞演。马上来公布我们第二组的竞演结果。首先我们要来看张宇战队，请出票。票数是26票。哇，不妙不妙，对不起宇哥。不会啦，他们搞不好只有16票。接下来马上回来揭晓。张亮颖战队请出票，票数是62票。我们在这里要恭喜张亮颖战队顺利晋级到下一轮竞演。宇哥，来，有请罗总。接下来马上要来出战了，就是我们的 JJ 林俊杰。JJ 林俊杰，我想问一下，现在对面还有3组，最不希望抽到哪一组？现在，啊，我最不想跟齐秦哥。啊？他真的。是一匹狼，你知道吗？哦，怕我咬你？对，我怕他咬我。有请 JJ。 会抽到的是林志炫，还是秀秀徐若云，或者是最不想抽到的齐秦？ JJ 要对阵的是，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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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我也是非常欣赏，因为他的嗓音呢算是很高的。哦哦，而且又跟我同一个姓啊，林志炫。林志炫，有请林志炫。我们是一家人。其实他在抽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说，不要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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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就是这样发生了。现在有请我们的 JJ 林俊杰战队和林志炫战队到我们的竞演门后就位。现在大家即将看到的是双林争霸，分别是林志炫对阵的是
林俊杰。两位竞演者现在已经就位，马上要开始的是一号门的竞演，请一号门就位。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张纸上面，还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求会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门就位。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流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不给别人去摧毁呀？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几回？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过去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我投的是二号。你认为一号不是 JJ 林俊杰本人？因为我对 JJ 的声音其实太熟悉了，然后再加上他的性格，我觉得他是不会玩的人，他不会刻意的把自己玩成这样，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他的内心是非常认真的，我是比较潇洒的。我刚刚有被你感染了 一点点，你在我前面唱。所以宇哥选择的是二号，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跟 JJ 特别熟，最近混得比较近的，我们的小齐哥。我没有选。啊？因为我觉得 JJ 的声音哈，带有一种让人心疼的那种有点可以说是嗲一点点，所以他唱的时候有那种让人听到那种哎呦忍不住爱怜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唱的人里面，少了一种这种味道，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 JJ。 好的，谢谢。这边我们想问一下华健哥，我没有投二号，可是如果二号不管了哈，如果二号是魔唱歌手的话，我真的恭喜他，他对那个词跟曲的那个掌握非常流畅。就是我啊。你会红。我投了一号。好了，接下来马上要来揭晓结果了。幸福猜猜猜第三组竞演，一号门，请开门。就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岸烟雨中，心碎了才懂。二号门，请开门。
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他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言。掌声有请我们两位原唱歌神JJ林俊杰和林志炫出场。哎，有意思了，这一轮抽签居然抽的都不是原唱来唱，而是我们的魔唱冠军来唱。我在抽到不是我的时候，我心里很开心，因为本来舞台就是要给新秀，就让他们可以尽情去展现自己。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现场的原唱歌神哈，我们在座的各位原唱歌神有没有全部猜对的？就全猜哦，秀秀和张靓颖，你们俩全部猜对。秀秀，但是我真的有一度非常的困惑，就被我拽回来了。对对对对对。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幸福三人组哈，刚才我说有没有人全部答对的？他们两位坐在那边，应该是答错了。你是说这一组还是全从头到这一组？我答对了。全对吗？两个我都对了，但是我两个我都选择不是，是，可是因为我跟 J 姐刚才达成协议，他跟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投我就对了，对，所以我就投了 J 姐，谢谢你。但是我心里我是知道绝对不是的，真的，我投了你，嗯，你看，不要看，我们相信，真的，一还显示在上面了。所以你待会不管怎样，你也要投我，还私下约定啊，你们两个啊！马上来揭晓两支战队的票数结果。现在，首先要公布的是 JJ 林俊杰战队的票数，请出票。100票获得的是47票。哦，也蛮高的啊，也蛮高的。马上来公布我们林志炫战队的票数，请出票。会高于47票吗？还是25票？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林俊杰战队顺利进入到下一轮竞演。首先我们掌声先欢送一下JJ林俊杰和他的魔唱冠军，入座有请。永远记住华健哥那句话，你会红。有请黄涵入座。谢谢。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第四组幸福猜猜猜竞演的抽签环节了，有请我们的萧敬腾。现在还有两组，分别是我们的许茹芸，还有我们的齐秦。嗯，你最不想抽到的是谁？我最不想抽到，我不希望抽到女士了。啊，对啊，所以你想对阵的是齐秦。可是我又想跟女士多多交流啊。所以你还是想抽到秀秀？没有，我觉得问齐哥好了。齐哥想跟谁对战？因为待会就剩一个嘛，是，就不用抽了。哎，我抽说不定抽了别人呢。哎，没有啦。要不要齐哥抽？另外一个就给我。我来抽，就决定了萧敬腾的对战的对手。这个由你们来决定。哎，对，到底谁来抽？对，可是要先讲好，齐哥现在抽的是齐哥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我们要公平起见。请二位同时把手伸进去，啊！同时把手伸进去，同时哦，谁先摸到那个球就归他自己。这动作大吗？这就是命运。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哎，进得去。啊！哇塞，你们两个搞得神秘兮兮的。三二一，以后两位同时喊出自己抽到的那个名字啊！好，来，三二一，耶！谢谢小哥。我们两个都是小齐，老齐。
谢谢。所以这一轮萧敬腾要对阵的，就是许茹芸。承让，承让了。我用全力让。好，我们这一轮有请我们的萧敬腾战队和我们的许茹芸战队到我们的竞演门后就位。我觉得许茹芸对上萧敬腾非常好看，因为萧敬腾唱歌像老虎，许茹芸像一只美丽的绵羊，所以羊入虎口。幸福猜猜猜第四组一号门竞演开始。看不见终点，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一路就向下坠，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是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陈校长。听完我们第一位竞演者的歌声，你的感受？感受是不像。我嗓子有点状况。真的、老萧啊，从刚刚你跟那个校长的对话，我觉得你今天声音完全没有状况。哎，我现在声音最多只能唱到发而已。哆瑞咪发。哦，老萧在耍诈。对，而且很明显，你知道吧，很拙劣。没有没有，我是觉得那个敬腾可能刚刚是学谭校长在后面边跳边唱。不是，我觉得他在学黄国伦的唱歌。建华，你是建华在说话吗？建华还是华健？不 不是一种特色。我跟你讲，老萧厉害了。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在模仿本尊，但老萧在模仿魔唱者，他反过来，所以大家不一定哦，不要最伟大的原唱。对，他今天模仿魔唱者在唱，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太厉害，还蛮像的。第一个原唱歌神，据说只能唱到哆来咪发，不是，是哆来咪发。结果到底如何？我们要等我们的二号门唱完歌曲以后，请做出最终的选择。现在有请二号门竞演开始。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找不回来，我认为要不是因为谭校长都说了我们要以校长的话为目标，除非老萧自废武功。哆瑞咪发，你看废掉了。但是如果老萧连发唱不上去，我觉得一号已经唱得很好了。建华，你在笑吗？真的很好笑。
号，唱歌太小声了。他今天真的是羊入虎口，他好怕，这样，他几乎没有发出声音来。我刚才跟林静很想贴到门那边去听，他就唱完了。我都想把头塞进去听了，开玩笑。你干脆把帘子打开吧。对，我认为二号也不是。对，我觉得老萧即使状况再不好，都不可能连发都唱不到的。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齐秦哥，这一轮你的选择。我觉得一号肯定不是，因为呢，他，从音色上我的感觉他就不是非常的像。然后另外一个二号的秀秀。我从小就他我从很久以前到底谁小时候是谁从小是他从小还是你从小对的从小的时候就在跟我同一个唱片公司十九岁所以他的声音我是非常非常了解二号很有可能是他对但是我没有投哦为什么就觉得没有把握我觉得两个都不是小哥好样的来问一下姐姐作为好兄弟你听出来了吗基本上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所以我做了我的决定你的决定是我投了一号但我觉得今天老萧的声音确实是不如他平常的水准因为我看过他的演唱会他的音准是完美的完美的今天稍微飘了一下因为那个发的音对而且发飘嘛对刚刚唱的是萧敬腾好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我们在一号门和二号门的竞演门内到底是我们的原唱歌神还是魔唱冠军幸福猜猜猜第四组竞演一号门请开门我是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却不会食言不浪谢谢我觉得这一刻仿佛看到了一个原唱歌神在台上我想怎么唱这个舞台就是我的他出来以后唱得很好他们都是适合站出来唱歌不适合在门后唱歌的人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二号门二号门请开门谢谢二位魔唱冠军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两位原唱歌神萧敬腾和徐若瑄出场哇哦谢谢这感受怎么样在后面一直是干着急对不对是两位魔唱冠军上去唱的对啊然后有一个说从小看我长大的人还说很熟悉我也很替他着急啊我想问一下二位我们的原唱歌神哈对于你们自己战队的魔唱冠军在这一轮的表现作何评价萧敬腾我跟他说
如果他真的自己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就做自己就好了，就唱自己就好了。对，所以他其实很可爱的。对啊，他我一直逗他了，但我希望他放松了，所以不要想太多啊，不像是好事。对，不像是好事。哎，那个哆来咪发是哆来咪发啊。就像我们的魔唱冠军张丹，张丹，哎，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嗯，我觉得在屋里很紧张，然后出来就还好。对，他其实平常真的不是这样，但是他刚刚在里面确实真的紧张了一点，所以就唱得比较小声。对，然后我就在后面，我也替他很紧张，但还好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还有扳回一城这样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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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结果了哈。因为现在对阵的二位不是我们的原唱歌声，而是我应该只有 JJ 两位，一百票就有一票啊！我也感觉只有一票，不会啦，不会，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欣赏你。我马上来揭晓的是我们第四组幸福猜猜猜的得票结果。首先，我们要先来公布的是萧敬腾战队，请出票，得票是。26票，现在我们来看秀秀许如云战队在这一轮当中会获得多少票。许如云战队请出票，21票，晕了！天哪，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的是萧敬腾战队。晕了！好了，晕了！在这里，掌声欢送一下我们的萧敬腾战队二位，要再次把掌声送给拥有独特嗓音的名士情歌的许如云，谢谢。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第一轮最后一组的竞演了，有请我们的小齐哥和我们的齐青哥。二位带着各自的魔唱冠军，马上要到竞演门的就位了，有什么话想说的，小齐哥？希望两位好好享受这个属于你们的舞台。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七星战队和我们任贤齐战队到我们的竞演门后就位。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二号门就位。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
想大约何时再靠近，不是再仔细，不知再何时，我想大约何时再冬季。好，问一下谭校长，我敢担保两个都不是，输了我去洗刷那个洗手间。啊天哪，校长你要赌这么大吗？我觉得这把可以。龙哥你确定吗？确定不是我？确定不是你。好了，谢谢校长，真的敢赌那么大对不对？绝对就是这么决定了，两个都不是，你认为？绝对。然后 JJ 肯定没投。没有投。 OK， 问一下宇哥，张宇哥你有投吗？我有，当然有投，这么大你没看到？看标哎。所以你是怎么投的？大头，大头，我用很大的头去投的。但是宇哥，如果你这样投的话，你怎么投都是白投。我告诉你，基本上我觉得两个都不是。哦。但是我投了。我怕因为两个都变零分，最少要有一票，所以我两票都投了，各投了一票，对不对？真的吗？一号、二号各投了一票。我一号、二号都投了。好，谢谢，亮颖。我是觉得我有一种不一样的关于模仿者的感动，特别是唱小齐哥的。这一边的这个选手，他的音色已经很近了。一个人除了天生的自己的嗓音要相近，也要很多的咬字细节要很贴近他，那需要反复的练习，让你的嗓音真的达到那一种。有的人就是越唱越相近，越唱越相近，真的要很重复很多遍的练习才能够达到这种音色的相似。所以我是两个都没有投。天哪，哎，现在大家好像说的。心里那个答案一定是正确一样，我现在门还没有开。我要是错了的话，女厕所我负责。不能后面突然间换人啊！绝对不会，这绝对不会。后面所有的摄像机啊 ，GoPro 都是已经在看的。我觉得真的不一定，因为其实我们非常想看校长去扫厕所。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今天大家喝这个5100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去上厕所，因为男厕呢校长包了，女厕呢亮颖包了。好意思进去吗？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当门打开的一瞬间，走出来那位到底是谁？答案自然揭晓。幸福猜猜猜第五组竞演，一号门，请开。怎么会这样子？跟你们说话不要说太满，好多人要去洗厕所，怎么办？第一，不是不可能。其实我在唱的时候，我有稍微用力一点。小齐，你前面真的不像你，但是到了副歌，我就转过来对芊芊对他们说，是小齐，很像。然后我们说都不是。但是说实在，真的60%像你而已。里面只有我投你。你是乱投的吧？乱投投中我的，看样子我可能会被淘汰了。我在战队，哎，我觉得崩溃了，我觉得大家都崩溃了吧？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本来还要讲说，如果这个节目是在20年前办的话，我绝对会投一号。但是现在是20年后的，但没想到，会不会等一下齐秦也是真的？可能吧。那我就是神了。我觉得你是神经病，神经病。他真的是大头了。不到开门那一瞬间，谁也不知道结果。话千万不要说太满。二号门到底是不是原唱歌神齐秦？开门那一瞬间到底会如何？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二号门。二号门，请开门。
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哇，今天真的不得了了！除了张宇哥以外，我们的任贤齐把我们其他所有人都骗过了他们专业的耳朵。接下来有请我们二位的搭档出场，欢迎我们任贤齐的魔唱冠军，我们的小张，还有我们的原唱歌神齐齐。齐齐哥，你都看在眼里嘛，对不对？虽然在我们进演门后，刚才那一幕原来是我们的任贤齐在那边唱，你当时有想到吗？我猜错了。你也猜错了。好了，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我们这一组的结果了。结果到底如何？我们的原唱歌神，我们的任贤齐战队，命运会如何？马上来揭晓。任贤齐战队，请出票。100票获得的是。格桑泉幸福水，谁是大歌神？由西藏好水5100格桑泉独家冠名播出。魔唱达人由独家 K 歌海水平台全民 K 歌选送。好水养人，一生相伴。本栏目由5100家庭装软瓶水赞助播出。同时也请关注乐视，在乐视视频上有我们的独家网络播出。任贤齐战队，请出票。100票获得的是。36票，36票是一个你觉得过得去的数字吗？可以吗？我觉得36票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原来我在你期望中这么低啊！因为我在里面我听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吓一跳啊。哎，好像没我像任贤齐啊。万一我没唱，我被自己的老大淘汰了，那我真的。很冤的，会不会啊？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数应该还好了。哦，哎，你看现在多懂事，魔唱冠军在安慰原唱歌神。哎，没事了，没事了，没关系了。我会坚强的活下去的。对，真的真的很棒。来吧，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齐秦战队，请出票。会高于36票吗？最终的得票数是24票，所以在这里也要恭喜我们的任贤齐战队。我们掌声送给我们任贤齐战队，有请罗总，谢谢。但是我们依然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人民警察王晨，要再次谢谢我们的小哥齐齐，有请罗总，掌声送给齐齐。现在我们要再次来回顾一下第一轮竞演之后，我们晋级到第二轮的战队，让我们恭喜谭咏麟战队。JJ 林俊杰战队。萧敬腾战队。任贤齐战队。张亮颖战队，周华健战队，恭喜6支战队顺利进入到我们。
欢迎大家登录浙江卫视官网蓝天下、中国蓝 TV 了解节目相关资讯。欢迎登录微博参与谁是大歌神话题互动，谁是大歌神等你来评判。感谢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中国新闻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乐视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Zucker 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今日头条、橘子娱乐界面、搜狗搜索、搜狗百科、讯飞输入法、凤凰视频、暴风影、秒拍小康秀、酷六网、快手 APP、美拍、天翼视讯、哔哩哔哩、百度贴吧、中国音乐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我们的第二轮的竞演环节。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第二轮的竞演环节，叫做幸福歌神帮帮唱。晋级的六支战队依次演唱，原唱歌神为自己战队的魔唱冠军帮帮唱，由100位猜评团为战队中魔唱冠军的表现打分，分数最高者可以登上荣耀之巅，并最终赢得总冠军奖杯。有请我们第一组晋级的谭咏麟战队。校长好，对于坤有信心吗？有啊，因为有人看的发型都一样。各位竖起耳朵听，关注到我们玉坤在这一轮的表现，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一生中最爱。舞台交给我们的谭校长和玉坤，有请二位。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情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笑，是一个月想跟你一起，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痴如醉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真如假，如我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怕你总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好听，实力强劲，又有我们的谭校长保驾护航。这一刻，有请我们的谭校长为我们的魔唱冠军张玉坤拉票。大家都听到吗？货真价实，真的可以投一票的，信心的一票给他。好的，接下来到了大家投票的时刻，投票开始。
一，投票结束。你觉得票数会高吗？我觉得会高，因为有校长在这里。这一轮谁特别想点评呢？我是想说，我最早在成都唱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他也是在成都酒吧唱歌的。玉坤吗？那时候他叫我叫张海，我原来名字叫张海的。哎呦，对。对，所以我是知道他能唱的，然后在他上场之前，我就知道他放开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对，我有投票。谢谢，谢谢。马上来公布我们这一轮谭咏麟战队张玉坤的票数。谭咏麟战队张玉坤，请出票。他的票数是64票。谢谢玉坤。对于这个票数你个人满意吗？很满意，我能跟校长在一起唱歌我就很高兴了。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先送给我们的谭校长好吗？有请谭校长落座，也有请我们的玉坤来到我们的舞台的中间。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第二组战队，有请 JJ 林俊杰战队。也欢迎我们 JJ 林俊杰战队的魔唱冠军张梦雨。梦雨，你看到在对面玉坤，他能走上去还是你能走上去，就看这一轮的表现。同样这首歌非常好听，叫做修炼爱情。我们的真心很遥远。
想念我，我会受不了寂寞。张梦雨 ，JJ， 继续。我想说一声，就是梦雨，你对生活的态度，得失心不要太重，永远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好，这样你每一个分数、每一张票，你都会知足，你都会感恩。是的，感激。是的，是的。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姐姐。接下来到了我们现场100位猜评团进行投票的时刻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梦雨的话，请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投票开始。3、2、1，投票结束。期待这个票数的结果吗？很期待。好，马上来揭晓张梦雨这一轮的票数。请出票。70票。恭喜张梦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还没有到那个总冠军，哎，我已经很开心了。和你的好兄弟玉坤给个拥抱。也要谢谢 JJ 林俊杰，把掌声送给张玉坤。有请梦雨登上荣耀之巅。接下来有请到了第二轮第三组的战队是，欢迎萧敬腾战队。让我们欢迎萧敬腾战队的魔唱冠军，他叫邢凯湘。加油咯。这首歌曲是王菲。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失恋的罪，谁重新的跟随，充其量当个虚伪，脚下踩着玫瑰的灰烬，一个吻的安慰。 Come on， 可怜
像纯真的音乐，超越那怎么全面，不知名的香水，熟悉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脏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Everybody，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可以像月光熬着夜。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出千年的泪。总再美，尽管再卑微，也想找回是最后的滋味。你再美，尽管再无言，我总说有时得搁浅时间，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照着前轮的人，总再美，尽管再卑微，也想找本身最孤单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更想用时间隔绝时间，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有请二位。我想问一下，二位在这首歌曲里面开心吗？开箱。有点开心过头了。真的吗？对对对对。哎，我可以把这一票投给老肖吗？那真的。老肖实在太……你刚才那个劈腿怎么弄的？要上要试一试看吗？没，你试，你再试一下，好厉害。哦。嗨。老肖，我不能试，因为我的裤子会破掉。可以了，破掉反而更好踢。接下来到了各位要投票的时刻，我们现场100位猜谜团的成员，请拿出投票器，投票开始。3、2、1，投票结束。在票数没有出来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我想问一下凯翔，你觉得你可以站上那个位置吗？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我没有想那么多，我现在就很开心，能跟……别骗了，不是，我是真的。那倒是句实话，其实你别骗了，没有，他很好笑。我没有那么想，我喜欢逗他。我没有那么想红，薛老师比较想红一点。问题他想红我是吗？哎，人家已经很红了，不要这样。人家想红还红了，人家红到爆。但是我没有那么想，所以没有红。你敢呛猜评团是吧？哎，我们四个是一体的，你不知道吗？对啊，你看看，你又得罪人了啊！我帮不了你，一次得罪四票。我已经投完票了，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怎么回收那一帮票？怎么回收？收什么收啦？我特别想问一下薛之谦，你有没有投他？我这轮这是真的没有，因为知道为什么吗？这一轮他的戏真的是我。你不是说不要得罪人吗？哎，对了，我忘了。那我现在，哎呀，算了，来不及了。不过没关系，你听我说，这轮我不投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轮他的戏真的完全被老萧全部抢完，他唯一赢的一个地方就是他那条红裤子。真的，这一轮真的，因为萧敬腾太强了，他那个舞台感染力那个感受，你是干不过他的，你哪怕话筒这样拿都没有用，我告诉你，这样拿都没有用了。他是没有办法的，他刚才有这样拿。哎，一无穿的防备，想你的是谁？对，好厉害。你可以尝试这样拿， maybe 可以赢一轮啊。那真的没办法了，这太强了，对不对？马上来揭晓萧敬腾战队邢凯翔的票数。邢凯翔在这一轮的票数是，请出票，会超过70票吗？
67票，很可惜啊，很高哎，只差3票，差一点点，只差3票，但是我们同样用热情的掌声送给凯翔，也要谢谢我们的原唱歌神萧敬腾，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欢迎任贤齐战队。告诉大家，小昭也是我们浙江卫视第一档最好的音乐类节目《我爱记歌词》的超级领唱。谢谢。现在浙江卫视又做了一档全国最棒的音乐类节目，他又回来找工作了。哎，也不是啦，其实我有几句话也想说。好，请说。就是之前的节目停播了以后嘛，然后做了一些可能跟唱歌不是相关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嘛，就是你的现实和你的梦想差距很远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想要放弃，但是有一个机缘的巧合让我来到了谁是大歌神，然后有幸能跟小齐哥见到面，小齐哥真的给了我很多的鼓励，然后让我觉得可能梦想其实还没那么遥远，还没有走远，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就实现了我的梦想，但是实现梦想的前提是希望大家都投我一票，我这个梦想就实现了。你也是厉害，希望大家当做一个有梦的人，谢谢大家。其实他刚说的很对，因为我刚才跟他聊的时候，他要问我说，在歌唱的梦想追求路上，如果遇到生活的压力跟现实的条件，那怎么办？我说你就保持一个最纯粹的心，喜欢音乐的初衷，然后用最诚恳的声音去唱出你最感动的感情。接下来有请我们任贤齐战队准备第四组竞演开始。子，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把那个豪迈唱出来，很厉害，像非常像那一句，很像，很蒙古味道，很蒙古味道。但是小齐好帅，好帅，明明他是小齐的模仿者、模唱者，但是他今天却唱成腾格尔，很厉害。好的。如果你喜欢小昭和我们任贤齐的表演的话，请为我们的小昭投上宝贵的一票，投票开始，请大家多多支持。3、2、1，投票结束。对自己有信心吗，小昭？还是挺有信心的。好，万一票没有到70票。哎，说明大家就是没有爱心的人啊！怎么可以这样讲啊？啊，好好玩。小赵，马上来揭晓。任贤齐战队，小赵在这一轮获得的票数是，请出票。票数是60票。不错不错，非常遗憾。小昭有什么话要说？没关系了，也感谢那40位没投给我的。真因为你们没有投这40票，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有朝一日把你们这40票也投到我身上来。然后非常感谢小齐哥给了我很多鼓励，谢谢小齐哥。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昭，特别感谢我们的原唱歌神任贤齐，谢谢二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靓颖战队。来，我们可以做一件特别一点的事情吗？好好好，我告诉你，你现在就走到他的面前去，对他做一个挑战的动作，去，走，真的去，加油，气势，要有自信。哇，是跑上去的。哎呀，我觉得怎么你们俩有种要私奔的感觉。气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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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他宣战啊，现在不是一家人啊，你会下去的。哇，对，我期待你的挑战。好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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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有请张靓颖战队马珍就位
这一轮竞演开始。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后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你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爱是大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谢谢二位。马珍，唱完这首歌以后你的感受？就很轻松。真的？对，然后就是一直心跳的快爆表了，就而且亮亮老师在我身边，我非常的幸福，特别满足，我觉得人生已经圆满了。这么快就圆满？真的。我觉得我今天听他唱的时候，听到他内心的力量。我们一直说梦想，梦想，梦这个字一定要先敢想，让自己大胆，再大胆一点。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到了我们现场一百位裁判团成员进行投票的时刻了。如果你喜欢马珍刚才那一轮的表现的话，请为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投票开始。三、二。投票结束，马珍这一轮获得的票数是，请出票，能否高于70票？63票。谢谢谢谢，加油！非常可惜，只有几票之差。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马珍，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也要特别感谢原唱歌神张靓颖。接下来有请二位落座。不得了，梦雨在我们的荣耀之巅一直坚挺到现在，一直坚挺到现在，现在是最后一组了。如果最后一组挑战失败的话，你就是我们这一季的魔唱冠军的总冠军。谢谢。我特别想问一下 JJ， 你想到了吗？自己的魔唱冠军可以一直到现在站在荣耀之巅。我刚刚看他被问到这个问题，说你能够站多久，你想要站多久，我觉得我其实心里替他回答，能站多久就站多久，就是努力努力撑下去嘛。对啊，站太久了。
但他能站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替他很开心。让我们掌声有请周华健战队。各位好。华健哥，我特别想问，是张杰坐在你后面，他还不断的跟你说我紧张，我紧张吗？是是是，你刚刚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跟我讲的那句话？他们给我很大压力，因为分数一个比一个高，但是我的情绪也因之而越来越高。我觉得不要给他太大压力，那难得张杰来，那个大家那个都有爱心啊。你也用这招，谢谢。当然，接下来我告诉大家。周华健战队真的要发狠招了，因为他们要开始动武了，拿刀拿剑了。哎，哇！一起来听《刀剑如梦》，这一轮竞演开始。谢谢，谢谢。我剑花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同。我醉一片朦胧，恩与怨时幻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更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观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爱和怨时幻时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谁与我生死与共？谢谢。谢谢二位，我感觉你们今天把我们随时大歌神，我们欢唱嘉年华的舞台变成了你们的演唱会，特别是最后 ending 的时候，我被华健吓到了。华健，你这一跪我怎么承担得起？你不要说你这一跪，我要给你一票，我连钱都想给你了。你少来，华健老师一跪的时候，我跟那个友鹏老师两个人马上单膝还过去，你还在那里推。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你这个人真的是这么讲。其实我从来没有被华健跪过，还蛮爽的。但是我必须说，一个原唱歌神能够为他的选手做这样的表演，我觉得惊天地而泣鬼神了。
谢谢。接下来到了我们现场100位猜评团进行投票的时刻了，这也是你们这一季最后一次投票，每一票都很关键，将决定着我们第一季谁是大歌神，总冠军到底是谁。投票开始。3、2、1，投票结束。华健哥，能预测一下结果吗？大家听得出来了哈，我的方向是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嗯，我们好像感受到了什么。接下来马上要来公布结果了，这是我们最后一轮挑战，也是最后一次出票，只有票数张杰的票数高于70票，他才能改变现在的结局，站上荣耀之巅。张杰，请出票。票数是70，刚好70。要告诉大家，我们谁是大歌神欢唱嘉年华就是充满奇迹的地方。我们第一轮第一组比赛的时候，谭校长和我们的华健哥就是52对52，在我们结局最后一轮投票的时候，居然是70对70。对不起，因为我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要跟导演组商量一下，面对这个结果，他们是否可以成为并列第一，或者是加赛一轮，要根据我们的导演组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由于赛事呢是没有设定出局以后 PK 的猜拳，像话吗？猜拳，第一届冠军，哇啊！在这里，我们要正式宣布，在这个舞台上是有奇迹的，因为我们张杰的票数和梦雨的票数都是70票，所以我们谁是大歌神第一季产生了2位总冠军。也邀请我们全场我们10位我们的原唱歌神和他们的魔唱冠军来到舞台，也邀请我们4位明星猜评团的成员来到我们的舞台。是的，我们第一季谁是大歌神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盛况，因为我们出现了2位总冠军，他们分别来自是我们 JJ 林俊杰战队的梦雨和周华健战队的张杰。在我们全场掌声和欢呼声当中，有请我们2位原唱歌神走上荣耀之巅，为2位魔唱冠军颁上总冠军奖杯。再次恭喜张杰、梦雨成为我们的总冠军，也要谢谢所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这整整3个月来的陪伴。第二季继续与各位在我们浙江卫视相伴永久，让我们预祝我们这一季收视完美收官，也期待着我们第二季谁是大歌神尽快与电视机前的各位见面，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季的歌神登场。你就对我说明白，就让我更明白，从什么时候我想笑开，我的天台从来说不需要猜，话你说了3、4遍、偏偏隔壁坐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翻身偷偷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下
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故事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如果一切只是演戏，让你好好看戏，心碎只是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啊、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原唱歌者登场，引发惊喜连连，引爆全场热歌，欢笑，争吵，宋小宝，浪费大家时间，感动，那不像，为什么？因为李宗盛老师应该他那个声音还要沧桑一点，就是他说寂寞难耐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耐，就是你知道，因为年龄够了，你知道，人。